大嫂子。哎呀妈呀，这门咋还大敞四开的呢？这家里没人是哪儿的？哎，我说人呢？哎，刚刚你大舅来了，咋不出来迎接我一下啊？哎哎，大舅啊，大舅，大舅来了，大舅，对呀，大舅，大舅，哎呀，我说他大舅啊，哎，来就来呗，提了算卦，拎这些东西干啥呀？对不起啊，老米大嫂子，还有老范大哥啊，我这个形象有点对不住啊。不过我得实话实说啊，这东西啊不是送给你们的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向你们正式宣布啊，我要离家出走。不是，怎么了，大舅啊？不是，坐这坐这。哎，大舅啊啊，这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你看呗。这还用问咋回事吗？两口子吵架了呗。我那个大舅啊，嗯，吵个架咱也不能走啊。他走什么走？他能往哪儿走？往哪儿走啊？他呀，他还往哪儿走？我跟你说，老范大哥，我都想好了，天涯海角任我游，我要走遍五大洲。你要走遍五大洲，你上俺家干啥来呀？俺家是五大洲啊。哎，老范头，别人没说话，你咋就跟我呛着呢？哎，你是不是跟我过不去啊？哎，我逗出你这个老范头，我现在还说走就走。我跟你说，我说走就走，哎，谁也别拦我，谁别拦我，谁别拦我，谁拦我谁是小狗。我还说走就走，我那个我倒是想走，但是有点问题啊，大米粒啊，哎，大舅，我走的匆忙，带了个空壶，你给我灌满了水，灌上水我就走。好，灌水去。啊，别拦我，别拦我，你别拦我，你看你千万别让我坐，我根本我就不想坐。那个啊，大舅啊，啊，这样，我说您呐，先在家里边消消气儿。你知道为啥事儿我消消气儿啊？啊。我这气儿我消不下来呀。不，到底因为啥事儿啊？因为啥我就想说这事儿呢？啊，它是这么回事啊。啊，这不是春暖花开了吗？啊，季节变换呢。啊，你大舅妈呀心血来潮去逛街去了，好家伙，买了一大堆衣服啊，花了2000多块钱。两千呐，两千。哎呀，不用问了，你这是心疼钱了。舅啊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我舅妈花2000块钱买点衣服，怎么了啊？您就为这事您就走啊？就是。闭嘴！你大舅我是那小气的人吗？你别看我长得瘦，心胸很宽阔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根本就不心疼那钱。那是那衣服不好看呢？不是不好看，是因为他买回来衣服做那事儿让我看不下去。哎呀，你是知不道啊，把衣服买回来之后学人电视里边的模特一件一件往身上套啊，然后在我面前走过来走过去，走过来走过去，一边走还一边问我，老伴儿啊好看吗？老伴儿啊好看吗？这把我弄的脑袋一个劲儿转圈，我都迷糊了，快散了花了，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不，你看我都这样了。哎妈，停不下来了。哎，那你说弟妹买的衣服到底好不好看呢？听，终于听了。要说他买的衣服还真是好看。那不就完了吗？那您就说好看不就完了吗？衣服好看，穿在你舅妈身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这么说吧啊，不是啊，款式不对，就是颜色不好。那衣服让他穿出去，那人家一看，那不得笑掉大牙呀？不是说他疯，但是得说他傻呀。那您就说不好看，那种话他会说吗？说那种话那是有科技含量的，他说不出来，他不会。那也不至于。两口子这么多年了，那还什么科技含量？有啥话就直接说就完了吗？对呀，对，刚子，我就跟你想的一样，我是直来直去，我有啥话我就说啥话，我绝不昧着良心说假话呀。当时我就对你大舅妈一拍桌子，我告诉你，老婆子，你穿上这些衣服，那就是好比老黄瓜刷了一层绿漆，你装的。哎呀，他大
舅啊，这句话真欠考虑，这不找着打架吗？对呀、啊，哎呀，大嫂子，你算说对了啊！我话音刚落，只见你大舅妈噌家就蹦起来了，哎呀，跟没超风一样啊！然后就冲我使出了九鹰白骨爪啊，咔咔咔咔咔，挠了我满脸花呀！啊，这不就成这样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不光挠我呀，还连忙往外走啊！这不，我现在没办法啊！你说我这日子可要怎么过呀？都听明白没？这不是他要离家出走，他是让人家清理门户清出来的。小盼头，你就是跟我过不去，你这个死胖子！碰你！我就走，我马上就走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我说走。哎，水给我灌满了没有？大舅，灌满了。好，你走吧。哎，哎呀，大姑娘，你会不会说话呀？你让他走，让他上哪儿去呀？不是他，我想走，但是我走不了。你灌这水也太热了，我晾一会儿，晾完了我就走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晾一会儿，晾一会儿。好，谁也别劝我，我必须走 啊！那个，我必须走，别让我坐下，我不能坐。我跟你说，那个舅啊，是这样，我觉得您呐，那个消消气儿，啊，在这休息休息，然后呢，您就回家给舅妈认个错就完了。闭嘴！刚才你还跟大舅一条心，现在怎么就叛变了？我给你大舅妈认错，做梦！我告诉你，他就是用八抬大轿把我往回抬，我都不回去，我就不给他让他再一次挠我的机会。哎呀，他大舅，你知道你现在这种表现叫啥不？啥？俩字儿，拉硬。就你这样的，你赶紧的吧，你这别装差不多。爸，你这死胖子，我看你这死胖子，我还得走。我阿米，赶紧把这热水倒出一半，换凉的。哎，好，我马上就走。我马上就走，别老，别老，我回来。哎呀，让你倒水你倒水呀，缺心眼儿啊！我不是怕我大舅渴着吗？你打住吧你。哎呀，就你坐会儿啊。干啥？别劝我啊！别劝我，我必须走。这装起来没完了，咱得想个招。你们不是我觉得呀，是这样。我寻思着他可能不是。真想走，他就是觉得啊，有点下不来台阶了。对对对，我试探一下啊，试探，试试。舅啊，舅，舅，我有个事儿，我想跟您商量商量。你看这样成不成？我呀，这会儿呢，给舅妈打个电话，我得告诉他老人家，我说您在我们家呢，然后呢，我把他接过来，完了让他把您接回去，你看成不成？闭嘴。刚才我没向你表明我的态度吗？他就是八抬大轿把我往回抬，我也不给他机会，你还给他打电话，你还给……要不你先打个试试？哎呀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哎呀，还装呢？装啥呀？大伙都看明白，自己还在那装呢，装啥呀？爸，你这个……我再一次说你，你这个死胖子！我现在就走，我必须得走。这么的，我走了。我走了，我必须，别拦我，干啥？干啥？那个你干啥？不是，你是不是得兑点凉？当然我要兑凉水了，这话还用你说？哎，对了，我再给你兑点。对对对，好了，我就走。对对对，再兑点凉水，兑点凉水，太烫了，就没法喝。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。啊，明白没？啊，明白了。哎呀。他大舅啊！哦，你不是死心塌地的想走吗？必须走。行，我们全家人都不拦着你啊。不过我和大米粒得出去一趟，买点吃的。道上你不得吃吗？是不是？马兰秋，你得换身衣服。对，穿着睡衣。换身衣服。对，大舅换身衣服。给你买好吃的，给你带福气了。那个。刚子，哎，他俩刚才不是反对我走吗？哎，咋还就要支持我走呢？哎，为啥呀？是这么个挨法啊？舅啊，我们觉着吧，哈，你看您这样，您也回不去了，是吧？您就干脆不用回去了，是吧？您就周游一下列国，
啊，去个十年八年二十年的，什么时候您心情好了您再回来。不是啊，哎，你说我这一走，我这家里边，我你家里你就放心吧。那个我叫大美丽，把她大舅妈接来，我们照顾的比你照顾的好。对，地球缺了谁不转呢？不是，我跟你说转不转这事儿，不是，我现在我发现他大舅，你身上有不少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对对对，这个舅啊，我们就要学习您这种啊，宁可跟老婆打架，也不说好话的这种精神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不能那么办。我跟你说，刚子，我这么多年啊，我就当你妈面，我说老了违心的话。是，不是？我跟你说，爸，这些年我跟大美玲也老说这种话。就以后咱就不捧。不能，我都脸都红了。顺着他，就得跟大舅这么学。咱就得说实话，就不能顺他们这种毛病。咱就得说，就得跟他们打，对吧？啊！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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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俩这是干啥？你一句跟他一句的，你俩这是遛狗呢？啊？不是。你俩这话啥意思啊？不是大舅，我们这不是在反思吗？对，我们认真反思，我们得向你学习呀。你向我学个啥呀？我跟你说呀，你不我跟你真的，你老公刚才昨天我上商场买了一双高跟鞋，好看不？看我个头高高没？不是你这俩是高跟鞋呀？啊！我说吃饭找不着筷子了，你让你踩脚底了吧？刚子，哎，我在网上买的裤子。哦，性感不？那个。这样吧，您给我找一个锅盖，干啥呀？不行，我得防御一下，我怕这裤子万一弄不住，它啪崩了，再把我炸着。锅盖留着还有用。你说老伴儿，你多大岁？你穿这玩意儿，这要崴一下，你受了吗？你多大岁数了？我是觉得你真不知道什么叫磕碜，什么叫好看。怎么了？愿意穿啥？我愿意穿啥？太难看，还愿意穿你？你说你让我说你啥好呢？这么大岁数，是你说你让我此处省略500字。你把这省略字都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是不好看。怎么不好看？太难看！你看俩多好看，不好看，太难看！吵什么？吵什么？挺大老爷们儿，让人笑话呀！啊，不是我们不能。好的，他俩要说好看。你俩就说好看不就完了？我们那不行，你太可住啊！你老得跟你学习呀、啊，对不对吧？哎呀！